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股市女王。好，今天的大盘呢，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什么，但是呢我心情是非常的愉快。怎么说？好，昨天呢在这边有讲解哦，有一档个股哦，就是时硕嘛，好，4566，我们来看一下哈。好，早上呢最高有到68块哦，但现在631，但我觉得不打紧，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昨天呢早上我就在这边讲嘛哈，我觉得军工股我找到的是时硕嘛哈。好，昨天在这边讲，但是呢报纸一早上就出来咯，时硕第二季反攻，全年营收占高。好，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呢，老师昨天在这边讲的报纸出来，那当然我不认识报纸的记者，但可以哈，可以验证，就是说老师用我的策略好跳出来的股票呢是比报纸快哈。那如果说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大盘等一下再说，我们先来验证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我记得呢，我昨天是拿这张跟大家说哈，我一大早在9:20的时候是在62.2嘛哈，对不对？然后呢，其实昨天尾盘收的是还好哈，但今天早上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一张简报。我把这个贴纸贴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简报。其实今天早上最高是来到68，那其实呢，假设你是做隔日冲的，你在68块这边你可以做一个短出，然后短出。但是我要做一个交代哈，我怕说你们会觉得说，如果说现在跌下来了哈，老师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无妨哈，我觉得无妨，我觉得其实这个盘呢，我不觉得说要有什么紧张，因为目前是在这边震荡，但是呢，台积电法说会过后哦，我觉得这个利空会出尽哈，利空会出尽。等一下带大家看大盘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我不紧张时硕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呢，它那个以电动车的部分，它也有打入 Tesla 跟什么比亚迪哦。那今天盘后 Tesla 要公布财报哈。好，再来航太的部分，其实它也有打入这个飞机的零组件。再来，其实我真的觉得，你看它去年2022年赚5.74元，其实它现在才63块，本益比够低哦，本益比也不高，所以我不觉得说我们要任何太紧张了哈。然后再来是主力，你看哦，这个法人持股才多少？法人持股才刚买进。所以我觉得这种个股我觉得倒还好，倒还好。好，那好，我们回过头来讲大盘的部分。好，这个大盘大家都很紧张，说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目前跌53点，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好，我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你可以看这个4月13号的支撑15800哦，我看一下，如果没有跌破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好，还好。那目前呢都是在这边做一个震荡。为什么？我觉得说如果15800没有跌破，不要紧张哈。怎么说？因为你看这条月线，这一条是月线，其实月线还是上扬的，月线没有被跌破的话，我认为都不需要太紧张哦，我们就在这边区间震荡。那重点区间震荡要怎么操作？个股操作就好了，好不好？个股操作就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延伸哈，最近老师讲的一个话题，我是不是说呢？主力，来，我们看一下这本书。其实我要恭喜昨天第一个打电话，第一个扫 QR code 进来的，就是他就可以获得这本书哈。好，我们来延伸这个话题哈，我们来看一下，我特别贴起来哈，来延伸这个主力哈，这边有讲隔日冲主力嘛哈，主力如果买超，其实隔天都会就是会涨。那这一波都是那只带上去的哈。好，那我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3704的合情控的部分，目前是多少？目前是涨 1.45， 对吧？对不对？我这个昨天呢，我就找出来了这个合情控哈，来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就帮大家找出来。我希望我这个节目是怎么样？
让大家看节目就能赚钱，好不好？看节目就能赚钱。那我也期许我自己，就是跟着我操作的学员。其实讲实话，我学员今天早上就很开心跟我说：“老师，那个不知道可不可以全新赚钱的，可以卖吗？”哦，对不对？其实早上就是学员都是这样讲，所以我希望哈、哦，看电视节目的亲爱投资朋友也可以赚钱，看我的节目也可以赚钱。然后呢，跟着我的会员当然不用讲了，刚验证就是我昨天在这边讲的石硕，对不对？今天报纸才出来，其实我已经验证好多次了，我甚至我昨天晚上抓的股票，我用我自己写的策略抓出来的股票，早上呢报纸也刊登，这个已经验证很多次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合情控哦，老师昨天抓出来的。好，我要讲什么？好，就是昨天呢有没有刚讲说主力嘛，我那本书上有写主力，如果说你不知道主力是要看哪里，那你等一下休息的时候扫 QR code 进来，第一个老师就送这本书。好，这本书目前只送不卖。好，昨天呢好合情控我们看一下，主力买了7606张，那凯基呢买了4932。那前几天如果你有看老师的节目，验证到凯基这个凯基台北买哈，这个林群啊，隔天就涨停。好，那昨天买了这个合情控哦，然后他买了4932，对不对？那外资近五日买了4982张。我们看一下这个法人目前持股是蛮高的哈，17点多。好，那这个收一个，为什么哈？一般投资人应该不敢追。前天就是昨天涨停的股票有没有？昨天合情控涨停439，如果是你，我相信你不敢追，对不对？况且，那我来告诉你，要我敢追，好，就是我跟你之间差别就是说，我稍微好，就是专业了一点，再来我有软体可以辅助我，就是我自己有一套就是系统，好，再来我也有很强的研究团队哈，就可以帮我哈最及时的资料。那所以我跟你之间的差别哈，好，那当然我就敢买哈。你看一下，它昨天整个好长红棒怎么样突破了这个跳空缺口？当然我这本书也有讲跳空缺口，跳空缺口对不对？今天没有回撤，哈，这个高点没有被回撤。然后续涨代表什么？续强，对吧？未来会强。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合情控的这个周线。我记得，好，我昨天还是前天在节目有讲，周的 MACD 跟翻红代表什么？会涨一波，哦，会涨一波。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你会说老师，它的利多到底是什么？那我先来讲解基本面，好，等一下来看月线。其实呢，合情控它怎么样？它第一季的营收，好 ，EPS 是赚 1.17， 它去年才赚 0.74 哦，哎，成长很多哎，成长41%，这真的是不得了，你知道吗？再来，它的这个订单能见度4个月，哎，这真的还不错哈。然后再来呢，其实重点是国防哦，最近只要跟国防哈。牵扯到关系的就涨，只要国防两个字，国防产品就会涨。你看哦，它国防产品有没有？2022年的营收只有1亿，重点在这一句哦。2023年的营收达4亿，成长了300%。亲爱的投资朋友，像这种个股成长了300%，你会敢买吗？对不对？要我就敢买。而且你看它延续到2024年哦。这国防产品订单延续到2024年哦，其实这个国防产品的订单，这个未来哦，我们增加国防预算会越来越不得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线的部分和情控月线的部分。好，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持续看老师的节目，你应该就学到老师说的月 K D 开口扩大哈。它这个开口扩大代表什么？其实代表说，它这个月或是未来。会持续的上涨，好不好？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月 K， 好，都这样低点都越来越高，有没有？甚至我觉得它会挑战2021年1月的这个高点，2021年1月的高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合情控，目前合情控涨 1.75 嘛，哈，所以你看老师怎么样？老师用这个，我用主力，好，我们来看一下，我昨天晚上我用主力，我就抓到了这档。合情控，如果说你从礼拜一持续看老师的节目，你应该都会有收获哦。我只用这个主力筹码，我找的股票，隔天你看目前是涨多少？来，我们看一下，目前涨
1.7%，好，这个如果说你早上买了，你现在好，昨天收43.9，现在45.6，好，那这样子也赚了多少？1.5元，对不对？1.5元。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利基。好，我来验证一下利基。其实利基这档个股，我知道蛮多老师都有跟上的，然后都说有，但是呢，这档个股对不对？千真万确，我就是天天都是讲这档哈，而且我也明确跟你说，我是买在什么？我前几天有教均线纠结，我是买在均线纠结这个位置131。好，那为什么我要再讲利基？因为我做一个交代，好，我希望大家就是对我更多的了解哈，知道哎，女生老师选股票，它的绩效好是不错的哈，是不错的。而且呢，我是有用这个我自己有写策略嘛哈，所以策略买卖点我都写在上面。所以虽然我们就是很忙，但是呢，其实有人工智慧在帮我选股票，其实是很安全的，很安全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利基哈，我昨天也有讲哈，我是买在均线纠结这个位置，有吗？均线纠结这个位置，那我相信这个点应该蛮多老师或是蛮多投资朋友不敢买，好，但是我很明确，因为我说对我这档个股我很了解哈，所以这时候就是要有个很有经验的老师来带你。我买在这个131，你看我选的股票就沿五日线上涨，好，沿五日线上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好，大家知道吗？昨天投信又持续的买超这一档。好，我来跟你说，我买在131，我第二天又加码，站上年线我做一次加码，破五日线我没有出，对不对？然后呢，它还是持续沿五日线上涨。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中在这一张，我刚看了一下投信，好，我说我买在131，我破五日线没出，投信买在179，对不对？他昨天好，投信又持续买利基，好，投信又持续买利基，好，持续买利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月线的部分。我说过哈，其实我觉得投资人哦，要找一个就是通常投资人就是在市场上都会想要找一个很专业的老师，但是呢，这个老师他也要有经验，其实对股票他要很熟哦，很熟。比如说我这档个股，我这一波2022年4月，我这一波我就讲了，我赚一倍走，但是呢，我印象深刻这一波投信拉上去的，好，因为我有做到嘛，好，就是。四月它从120涨到688，有没有？那现在如果说我自己的会员啊，他们是130就买，我们还持续续报。那如果说你礼拜一看我节目，或者直接你都一直追踪我粉丝页，你应该有跟上，好，应该有跟上。好，那就是说这一波投信拉上去的，那最近投信一直买，我觉得这一档个股呢，好，只要好，你用日线来看，只要投信没有出，好，或是没有主力没有跑，其实我觉得应该会持续上涨。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4968的部分，它还是在平盘，但是我觉得不用紧张，其实这个就是差异化。如果说你是买在很高，你是买在比如说你买在180，那现在来到179，你就会紧张，对不对？但是我买的价钱比较早，我买在130，第二次就是好了，大概我买在最高好吧，140，我买在140，那现在179，我赚了，我稳赚了，我一点都不紧张哦。这就是说，价就是买在低位接，买在起涨点非常的重要。好，那就是要送出书，就是要有什么，就是要有诚意。好，有诚意。好，现在呢，我让大家扫一个 QR code， 让大家扫这个 QR code 哈。你这个广告时间，你扫一下 QR code， 第一个扫进来的，我一样送这本书《股市大脑炼金术》哈。那这个筹码的部分，其实蛮多书都不会讲到筹码。好，那我最厉害的就是小型股翻倍哈，小型股翻倍。那我知道，其实年轻人想要的是做可能是当冲，可能是隔日冲。好，那我等一下下一个阶段进来，我跟大家说，我今天做了一个就是今天有做一个短单呐，哈，但还不错了，哈。好，让大家扫进来，哈，就是说这个就是我这几天帮大家验证，如果主力买，其实隔天都会涨；如果你要做隔日冲，
你想做隔日冲，你找不到方法，那我建议你趁广告赶快扫这个 QR code。那第一个扫进来的，我就送这本，好，送这本书《股市大脑炼金术》，好不好？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个当冲哈，是怎么进场的，用什么方法进场的。好，那我们先进广告。陈东董顾三大保证，第一保证正派经营，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第二保证诚信为本，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第三保证带进一定带出，精选持股，持股集中，保证带进一定带出。陈通土库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带您领先洞悉市场，稳健获利，无往不利。陈通土库值得托付。02-2752-5868，2752-5868。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好，欢迎回来。好，今天早上呢，其实我带了一个我的会员朋友，我带了我自己的会员做了一个短线。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大家知道最近的今天其实资安也蛮强的，资讯安全，你看一下宏基资讯嘛，对不对？那我之前有讲的是什么2471这种资讯股都蛮强的，但我不是做这个，好，我不是做这个。我来看一下我们同学，我们来看一下，来，其实昨天晚上呢，其实我一样用主力，我找出这档普安，因为昨天发现普安呢，这个主力买了3027张，那目前法人的持股25%，其实我觉得蛮多的。那普安在做什么？其实它是做这个资料储存的，然后也切入高效能运算。那大家知道这一波 ChatGPT 就需要什么储存嘛？再来也需要什么高效能运算？好，这个伺服器储存这一些，像那个博智最近就涨很凶。好，那我当然觉得博智，第一个它价位高了，然后第二个我也觉得它位阶比较高，所以我就切入这档普安。你看一下它三月的营收年增 20.7%。 好，那我们看一下普安的部分，你从日线图来看，其实怎么看我都觉得高。如果你是一般的投资人，一定会觉得说啊，这个普安没听过，再来它位阶也高。好，对我来说我敢介入，我敢介入。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一大早我是跟会员就说273买进一层。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普安的部分。其实在273的时候一开盘这边买嘛，这边买，但是呢高的时候28，它最高有来到28.2。那我在28.2的时候呢，我就发了一个讯息，我建议我的会员就是先出，就是说有赚先出啦，好，有赚先出。但是我觉得这档个股，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如果说你现在看节目的，你会问说，老师，那你觉得这档个股未来如何？其实我觉得它还不错。首先为什么我觉得它还不错，那是因为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你看一下，其实主力才刚买进，主力才刚买3000多张，那法人持股 25%，对不对？而且它有搭上现在最热的话题，高效能运算跟资料储存专家，他是做企业的，好，再来他营收也不错，他三月营收年增 20.7%。 其实像这种个股，我觉得是长，就是说重点是他低价，目前在20几块，你可以看一下所有的做这个资讯安全的，做这个网通的，就是说这种储存伺服器的，其实都蛮贵的。像这档我就觉得它还价格还不错啦。好，那像这个年轻人都喜欢做当天就想赚的，那我觉得因为我有这个策略，所以我选出来的个股在9点第一时间我就知道说什么个股我用量价。好，如果你不知道量价怎么抓来，这本书也有量价，也里面也有教到量价。其实呢，我曾经就是应该是说三月，我用这本书里面的指标，我用当冲，
当冲，其实我朋友跟我说当冲蛮难的，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会。我用这本书里面的指标，我做当冲，我用量价，然后我用这个位阶，然后用主力，当然是你一定要主力哦，你不要说当冲跟主力无关，有跟主力有关。好，我用这个样子呢，其实我十次下去我赚七八次，报酬率还不错。所以投资朋友，我讲真的，等一下我节目上右边有我的 QR code， 第一个扫进来的我就送这本书。好，这本书只送不卖，我真的觉得我三月份在家就是说做当冲真的是赚很多，就是这本书。那我波段，我波段呢，其实我赚一倍，我就是IC 设计我蛮强的，我赚一倍，我也是用这本书。那有时候投资人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破五日线要不要出？这个就其实要不要出，赔钱要不要出？当你有这本书，其实你就会心很定，里面都写的很多，很多心法。好，我赚一倍，好，我也是股票。其实我每个老师其实就是还没上节目之前，然后因为上节目就不能买股票，但我还没上节目之前，我也是靠投资赚钱。那我觉得赚钱不难，好，赚钱不难，就是心法跟你找的股票怎么找。好，那如果你都不会，那等一下你一定要扫码进来拿这本书，因为我就是靠这本书赚钱的。我把我选股的心法、当冲、波段单都写在这里了。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5243这档个股以盛。好，我再教大家，当你看到报纸写说鸿海银电动车转单商机，你要想到什么？你要想到他的公司有哪一家是在美国，美国生产的，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帮大家画起来了。我是一个比较贴心的老师。以盛有没有？这边就是以盛。那讲这么多，他就是讲说以盛啊，在以盛这家公司呢，他这个汽车已经占他的营收40%，已经占他的营收40%。那做车用毛利比较高，好，重点就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以盛的部分。好，我来让大家稍微看一下，未来我也会送。好，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我也送。好，来大家看一下，其实这就是我的策略，我自己写的策略。他9点就提示我要做以盛。那当然呢，一个专业的老师呢，看到这个报纸这样写，好，你就要想到怎样要买以盛，对吧？要买以盛一定会冲很高，不止以盛啊，当然很多啦，哈，自身以盛、茂联，但我就是觉得以盛比较好。好，那我跟大家看一下以盛呢会有什么。其实我刚进去看以盛持股，法人持股53%，外资持股52%，天哪，真的蛮多的哈。再来，其实他去年也赚4.75，他前年赚2.75，所以你看一下，其实他去年有没有？比前年成长蛮多。再来，如果说美国的一些汽车，比如 Tesla、福斯，好，一堆美国生产的汽车都要跟鸿海以盛下单，今年的营收，好，今年的营收会怎么样？成长更多，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以盛的日线图。你看哦，它的形态叫 W 底，头肩底打底完成。来，今天有没有？今天已经突破，好，前面的前坡的高点就是如果突破的话，我觉得它会持续向上，好，持续向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以盛，目前也是涨了3.3%了，好，3.3%。其实呢，它早上开盘70.9嘛，对不对？然后它最高有来到74。你这中间，好，你用我的方法，你这中间如果你喜欢做短线的，好，当冲的，其实中间有大概有2-3块的价差，也不错了，哈，也不错，哈。好，那最后呢，我就是要跟大家说，因为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一一跟你们说我的心法怎么样，好，但是我想要每个看我节目的人都赚钱，都可以跟我会员一样，今天问我说，老师，那个2455要卖吗？我们看一下2455要卖吗？因为赚钱了，好，就是每天我想要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跟我的会员一样，都是开盘都是开心的，就是说赚钱要卖吗？好，我想要把这个氛围，好，就是传染给你，好，就是赚钱的氛围，怎么赚钱？好，投资朋友，你现在就扫这个 QR code， 第一个扫进来的我会送这本书，因为我说你要做当冲，要波段单，你要有方法，指标也我都写在里面了。好，那我想要说投资交给我，赚钱轻松过生活，好不好？好，再来呢，我觉得这一波我自己觉得怎么样？
敢买就是赢家，不要管大盘了，好不好？真的是不要管大盘了哈，个股比较重要，好不好？新一波的行情哈即将启动，好不好？那我们就明天再见，拜拜。苏立芬老师声明书：市场上有诈骗集团盗用苏立芬老师照片及简介，成立 LINE 群组，推荐非本人操作之股票及收取不当之费用。苏立芬老师在此慎重声明，本人除晨通投顾联络电话之外，个人绝无经营任何粉丝团，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